爸说小朋友只能坐后面哦。我自己有一张椅子耶，是我爸爸买的。爸爸说因为我还没4岁，还没18公斤，坐这个椅子出去玩才安全。还有大人下车不能忘记我们小朋友哦。妈妈说这样我就会平安的长大。幼童乘车安全，请父母多费心。